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金。巴洛特利是意大利在2012年欧洲杯上的英雄。半决赛2-1德国队，八神梅开二度，不少球迷认为他将会成为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最强中锋。有天赋的球员年年有，但梅西和 C 罗是独一无二，因为他们15年如一日，年年保持巅峰状态。巴洛特利高开低走，如今连意甲也混不下了。来自意蒙扎俱乐部的最新官方消息，意大利前锋巴洛特利加盟球队，双方签下了一份半年的合同，至本赛季结束2021年6月30日。熟悉意大利足球的球迷都知道，蒙扎俱乐部是前 AC 米兰主席贝卢斯科尼所持有的俱乐部。蒙扎上赛季顺利升入意，本赛季目前排名意中游，俱乐部希望引进巴洛特利来提升球队的知名度。现年30岁的巴洛特利本赛季面临无球可踢的处境，如今转会意球队，蒙扎也是无奈之举。虽然巴洛特利堕落的速度比不上阿德里亚诺，但也算是未能兑现的最强球员之一。或许球迷对巴洛特利最美好的记忆停留在欧洲杯对阵德国队的梅开二度，当时意大利球迷仿佛看到了一位超级前锋即将横空出世。但自律和球商决定了巴洛特利的上限，如今在30而立当打之年的八神无奈混在意，球迷也只能一声叹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